有钱就有领地，翻唔到转头啊！我会亲手拉佢翻。 哇，系咪好似狂兽咁打到飞起呢？不过谂翻起呢幕，当堂变晒死狗啊！嗰啲就辛苦啦，谂起都唔想谂啊！我真系惊，因为我有一次我都争啲顶唔顺，潜到落去咧黑晒噶啦，要甩晒所有樽啊镜。 咁你拍嘅时候咧，你又有动作，嗰啲咁你将啲戏已经吐晒出嚟咯。当你唔得咧，你就要入手，侧边会有两个救生员咧，即系潜水员咧，佢会过嚟俾氧气你。讲系咁讲啊，你入手，譬如话你做紧戏咯。因为一入几次，我喂，我真系唔得啦。话俾我听，阿德系边？救完咁样嘅咩？ 哇！如果有后期特技就好啦。<笑>我问过呢个问题，佢问咗导演系喂，其实系咪可以喺浴缸拍的？<笑>导演话系冇玩啦。<笑>除咗体力上辛苦，饰演渔民嘅渔民乐为咗做形象要跟全神，每日用超过4个钟头发特技妆，拍摄过程仲闹出唔少笑料。啊！我记得我有一个镜头捉你块面，一拍完之后我喺松手咧，哇系死啦，甩咗，我唔知系嗰个系特技化妆嚟噶，我以为哎呀死啦，我太用力。 即系找烂咗佢块面，因为佢甩咗啊嘛，找甩咗，系甩，佢找咗嗰啲胶啊，好真，跟住落，冇，跟住但系你要再补过，不过又要过嚟2个钟啊。你谂下，你唔要日拍嘅量其实唔系好多，你上妆落妆都冇咗6个钟。套戏好多激斗场面都由两位亲身上阵，受伤就紧有噶啦，不过佢哋都话好 enjoy 啊。其实呢套戏我系咁揼佢，系啊，因为有一场戏佢系着潜水衣，佢着唔到 pad 嘅，而嗰个戏系要你冇办法，要揼死佢咁样去揼佢嘅，咁嗰个镜头我就会同佢讲，你定下呢个镜头冇得话技巧或者偷技，冇噶啦，冇技巧，都系啊，佢都眼食啊。<笑>其实我成日都话阿俊系最我遇过最好嘅一个真系对手。 拍起上嚟嗰个经验一定系阿俊多过我好多，同佢打你会觉得好放心啦，同埋你会觉得佢会就住你，佢令我打得好舒服咯。戏入面两个角色一正一邪，但其实性格十分相似，现实中佢哋又系咪咁似呢？都会原谅嘅，佢嘅性格似系，我都会原谅，不过唔会咁快。对事情系咪都好执着？系执着演戏咯。 玩咩？点会揾自己笨啊？唔想。苹果优惠，开蓝牙，定位附近惊喜优惠，随即到手。